好，我是路易斯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大盘哦。那今天大盘上涨39点，涨幅0.37%，那成交量是1189亿。那近期来讲的话，台股是不是往上缓步垫高嘛？那缓步垫高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隐忧哦。第一个，KD 指标已经来到相对超买区哦。第二个，价量有背离的一个状况出现。近期来讲，指数都在创新高，不过成交量并没有放大，所以这个地方随时都会有拉回的一个疑虑哦。那再加上其实前方距离我们这个一年来的套牢卖压，这个套牢量其实是非常接近了，那这里的套量也是非常非常大，路易斯认为不容易一次攻过去，所以这个地方随时都会有拉回的机会，所以投资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近期的盘势哦。短线上来讲的话是有一定的涨幅的，那当然从均线的架构来看还是一个多方格局哦。所以如果有拉回的机会，路易斯认为还是一样应该站在买方为主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法人的期现货部分哦。外资现货买超了55亿，那投信买超1亿，自营商卖了4亿哦。那在期货部分，外资减仓了681口，那 OP 的部分有比较大的动作，减仓了11000口。那从期货跟选择权来看的话，未平仓量目前还是相对高水位哦，整体来说筹码还是偏多。外资现货今天也买超了大于50亿哦，那基本上也算是不错的一个买盘哦。所以路易斯认为后续行情依然是拉回，应该是偏多思考、偏多操作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期货选择权里面的多空头排列加速的指标，指数我们已经知道是震荡偏多嘛，法人筹码是不是也是一个多方格局？所以现在的重点我们应该着重在于说是盘面的架构嘛。那架构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还是多方控盘嘛，不论你从长均线从短均线来看，目前都是多方控盘，所以目前符合路易斯的一个结论哦，就是我们拉回应该做多为主。 OK， 好，盘面状况没有什么问题哦，所以投资朋友们可以找寻法人筹码簇拥的个股，然后有突破的，后续只要守好关键 K 棒低点，都是有机会往上挑战创新高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一个盘后功课就到这地方，祝福各位投资朋友们明天操作顺利。